传统武术里边的擒拿的手法，主要是用我们在练习拳的过程中的手法，控制住对方的进路，使之关节转化不灵活，而控制了对方，使之跌倒，利于这个击打。而擒拿并不是目的，擒拿是在击打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法之一，所以在擒拿的过程中，在这个过程中就加以击打，这才是擒拿的这种目的。所以擒拿我们过去都认为就是一种反关节，其实我大多数的手法都在于这顺关节比较多。我不管你是正关节还是反关节，而是把对方的关节控制住，使之失去抵抗能力，使之转关不灵活，这就是擒拿的目的。分指拿法，分指拿法讲是拇指和这个四指，主要是四指拿法。四指拿法我们有时候这种称为合手，就是两个手心相对的时候称为合手拿啊。如果这样握就四指，称为背手啊。在合手用合手的时候，在下侧叫下合手，在上侧称为上合手，主要这个虎口朝内或者虎口朝外是吧，这都称为合手，合手拿。合手下虎拿，是对方双手向我推来啊，我以向后把对方引进，然后翻手，是吧？下虎是指的向下画弧，在手两手相合的时候，一定要握住对方指的梢点啊，然后进行下虎摔。手一定要握住对方四指的根节，然后握住用力向下画弧，在倒摔的时候是吧，弧要小，所以用力发力就把对方摔倒的时候要发力很清脆，发力要非常迅速啊。那么左手和右手是一样的啊，那么双手也称为下弧啊。我在用的时候不要弧度太大，这样拉就没有这个效果啊。如果双手向下，弧度很小啊，就可以让对方是吧立即重心向下，而把对方推倒啊。这是下画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吧，迅速往回有一个非常弧的末端的时候一定要小啊，才能够产生很大的这个效果。四指内旋拿是指我的主要攻击的手握住对方的四指，所谓四指就是对方手的梢节，向内旋转啊，称为
拇四指的内旋打，在旋转的时候，这动作要点就是一定要圆要小，向下画弧的时候，再产生一个切角的力量，啊，就是不是说完全都画弧，而是一个小的圆弧以外，啊，向外展出。就是对方向我交手推手的时候，我可以就是引进对方向内画弧，是吧？也称为外旋啊啊，向外旋出。那么这种旋法是指的是向下旋啊。如果是反手的话，也可以向外。在旋手的时候，一定圆要画的要小，不要画很大，啊，非常小的时候，让对方的进路跟不上我手的变化，而使对方跌倒，啊。那么这个主要是在于手旋的速度与手的掌的变化。而且要控制住，啊，这都可以，啊。对方抓我，我用一个很快的速度旋转，变成合手，啊。在这时候，要把这个手贴近自己的重心，然后外旋。那么一定用力啊，要很均匀迅速，在对方将要跌倒的时候还要加力，手法上的变化是吧，一定要很快的是吧，啊，要非常快的迅速变化，迅速啊，不可以把画很大是吧，这功力越小，如果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你的功力很大，圈要画得非常小啊，这样就容易打击。如果再旋的话是吧，往外啊，再就把它拉倒。所以练习的过程中啊，也是要注意，一定要握住稍减啊，手掌的稍减，在旋转的时候一定要加大力量啊，才可以摔得很清脆。四指外旋擒拿与四指内旋是方向相反，手法相同，将对方手向我推来，我迅速旋转，双手的旋转啊，而且向外画圆。那么这个擒拿的要点主要是用我的手啊，抓住对方四指的根节，以这我的外缘即小鱼际的部位与对方四指根节相对，是吧，抓住稍节，然后画弧，是外展画弧，所以这个就称为外旋拿。对方推，首先引进，
双手手向外旋转啊，在画弧发力的时候一定啪，在自己的力点最佳的状态时候向外打出，击出啊，外旋击出，在练习的时候要注意保护这个小指，在画弧的时候要有一个螺旋劲儿向前击出，而不能在平面上画圆，画圆一个螺旋劲向外再展出，同时会发于腿，发于脚，发于脚的根部，所以劲儿呢还是要整啊，所以说合力都要集中，这样打出的力才能够清脆有力，不能我圆弧画的非常大，画非常大而是平面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不容易成功啊，因为画弧向后时候有一个牵拉引进的作用，然后一个螺旋的劲儿向外展出，是吧，放在自己的中线，然后向外发力啊，放在自己中心往上这个方向击出，不要平打，你平打的时候他这对方的关节就会弯曲而把我的力卸掉啊，所以这就容易造成失败。旋转的时候让他的对方的肘关节瞬间平直，这时机打是最好的时机，是吧，所以对方的肘关节在挺直的时候要向上有一个45度角击出，是吧，使对方没有办法化掉我的力量啊，这个速度越快效果越好。四指 S 型拿法是指的四指的内旋拿与外旋拿两手相结合在一起，就是外旋与内旋的合拿，就成为一个 S 形状。那么在这个应用的过程中，内旋与外旋，如果我在内旋的时候我觉得对方力量很大，那么我就改成外旋，是吧，那么这个可以互相的变化，而使对方的重心破坏对方的重心，对方呢找不到自己的重心点，而失去平衡啊。两手手心相合啊，单手做再回来啊，我先内旋然后再外旋回到我本来的位置，那么这个动作做起的时候一定要很快，非常的协调，如果双手做同时外啊变成内啊啊，这样就让对方的重心随着我的手的运动让它去改变，如果跟不上我手的变化它就会跌倒，是吧，而且我要控制住它啊，要抓住内旋外旋联合在一起，然后击出，成为一个 S 型啊。那么 S 型的手法拿的时候要注意啊，
你先内旋后外旋也可以，先外旋再变成内旋也可以，只是跌倒的方式不一样啊。我先外旋拿再改成内旋拿啊，是把对方打起来。如果我先外旋拿后内旋拿，是把对方打下蹲下啊，所以两个方法的产生的效果不一样。所以这个在发力的过程中，就是两个手啊，要根据对方的情况而产生变化。那么这个在武术里边称为听力啊，听力的变化。两个手同时的一个外旋一个内旋也可以啊。那么这个变化呢，是要是根据对方的手型啊，一个内旋外旋啊，可以摔出我右手内旋啊，左手也内旋，但是我是不是同步的，这种内旋是趴下啊，我让他先旋后旋是吧，这样再改成向外同时的外旋啊，然后让它形成一个45度角啊，发力击出啊，往上打。那么这个所以在 S 型打法里面，在应用的手法是很多的，变化的手法也很多。比如说我在用 S 型打法，我双手的 S 型打法啊，摔出，然后我再用下弧摔啊啊，就把对方可以直接摔倒啊。而且也可以呢，在这个应用的时候，手的上下的变化要迅速一些，就可以使对方的重心总是跟着我来着手的变化而产生变化。所以这个 S 型的拿法，它是用内旋和外旋，或者是用外旋和内旋的相互变化，这是属于正手的变化。实际在应用的过程中，我们这个 S 也可以倒下来写啊，这样画啊，或者是先外旋再反过来。只是呢，就是使通过变化而破坏对方的重心，总是在让对方跟不上你的手法的变化，而控制对方的重心，达到这个目的。外旋上推这种拿法是在单手双手都可以运用。外旋的时候，我们主要是抓住了对方的同侧手，是吧？外旋，啊，然以后你要转肩，是吧？合肘，然后上推，打出，啊，这个动作和外旋拿有些不同的地方，它是往下画，往上，让对方的肘要平啊，然后击出一打，
这样就可以把对方的头部和颈部这个产生很剧烈的震荡，而使对方产生头晕，是吧？要倒地。那么这个的动作的关键啊，要注意啊，一定要打的时候要让这个他这个肘、直、肩要平，然后发力要往他头上去发，是吧？才可以啊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转过来是这样打，那这个动作就会失败了。所以这个要有好的步法和身法配合，就是我在擒住对方的分指的时候，眼睛你看这会儿我打是最佳状态，是吧？啊，我就可以把这头给他震晕，是吧？如果不到位，我这样打他的膝骨肩关节我们就没有控制住，但我一打的时候他的肩向回一缩，肘部一弯曲，我这动作就失败。所以呢，这个在应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，是吧？用眼睛观察对方的肘部和肩部，是吧？用脚来找好这个位置，是吧？这个到位以后要迅速旋转，而迅速击出，注意啊。所以这个对方的力没办法化掉，我的力就完全打在对方的中心，这样就能够给对方造成很大的伤害。在练习的时候要注意，如果你把对方关节已经完全打，这个力就不要用很大啊，容易把这个对方打这个头部的这种震荡，或者是这个颈椎这种伤害。双手内旋下虎拿，那么这个是指的双手同时，对方把我两手分开，我可以抓住对方同时向内下虎，侧步把对方摔倒。对方向我推的时候，我用双手旋转而进行向内跨虎，同时撤步啊，向下画弧，要把对方拉倒啊。那么这种拿法就是单手也可以，是吧？主要是双手时候要把对方的双手要合在一起，是吧？首先就是两个腕的根部相对，迅速的啊分开下弧。这个关键的时候就是在于这个的变化，你要是如果你在这儿画，那对方有可能分脚的时候他可以蹬我啊，哎，我当然也可以在这时候也可以蹬到对方，但是你这个你把他手合起来，他的两个肩部就收紧了，那么这时候就不容易起脚，在对方起脚蹬我的时候啊，我就能控制住对方的腿。所以这个内旋下弧的时候，双手啊啪啪，一撤步的时候要向你右侧方把对方拉倒啊。所以要顺势撤步，要发力要快，向内还要画弧，两个腕部啊要让它腕肌再分开画一个弧，这样使对方的重心找不到，而破坏了它的平衡。击啊，这是在擒拿过程中的击打，用他的两个啊，使劲啊，用力发力一击啊，
一击完，啪啪一变，拉，是吧？那这样既把对方的，因为这个大陵的这个两个穴位，啊，用力击，啪向下分开，猛拉，啊，在对方跌倒的时候，对方跌倒了，脚马上要跟上，是吧？但是手还不要松开啊。那这时候打时候打击的时候，这换手是吧？然后还可以进行打击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手的控制，就始终不让他，不让他能够得到自己啊，可以有还击的这种能力。合手四指的上下分拿，啊，这个指的是还是抓住对方，成为这样称为合手，啊，上下分拿，我们指这手的合起来是上推，啊，下分一定要分开，就让对方的这个这个力完全合不到一起，而无法还击。这所谓的这种情况，就是对方已经把头完全都低下来了，我对对方的打击就非常有力，是吧？这种手法也称为作为武术来讲，就是开手，要把对方的手开，你看我这可以打更有力度。但是呢，我们在应用的时候，推啊，手一转化。啊，就直接把对方破坏掉，然后看打击。练习的时候，是吧？两手成为合，抓的部位要靠收紧啊，转化要很迅速，分开要很快，是吧？这个化，然后向上啊举起，向下分。在应用的时候，就是要这个变化迅速啊，非常的快，就像一敲下边以后嘛，咵就要分开啊。往上也是合手的时候，突然啊猛烈向上合起，这两个力量就是中间有一个过渡，这个过渡啊，要控制对方的关节就比较长啊。你分下来往下一拉的时候，它的重心要随着我下来的时候，突然的一分开，这样就把控制了对方的整体的中心的这个，让他没有办法变化，是吧？只能他的中心你完全控制住，那么这样就容易使对方跌倒，更容易打击对方。所以在这个传统武术里面也称为开手的动作，因为它是辅助打击的这种方法。那这个我在这个分手的过程中，上分一分就蹬脚啊，一起来你看啪一分看是吧，那么这会儿这打击对方的时候是相当有力的，你看这一走完了，啪的一分，咔啊，用肘击，用手切这颈的部位啊，那么这会儿就是我用起来相当方便，而且对方的眼神跟不上我的变化。这在太极拳里面讲，心为令，眼为棋，就是把对方的旗帜破坏掉，让他跟不上我的变化。单握手上拳推拿，那么这个呢是指着就是双方在交手过程中，对方抓住我的手的时候，是吧？我猛然的旋转，是吧？那么上手，然后把对方推出，击出，啊。对方把我手抓住了，啊，
我迅速翻手，啊，而右手拖住对方的肘，啊，啊，你记住，用对手抓，也同时要用手抓住对方手指，啊，同时迅速旋转。啊，在旋转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上步，啊，如果对方力量大，使劲推我，我可以侧步，啊，这上手下压，左手上托，这种擒拿，啊，如果是只是为了擒拿的话，我就可以用我的左手的中指和拇指锁住对方的肘关节。两手用力相合，啊，而使对方失去抵抗能力。那么在这个手这个过程中，是吧？这是我的这个手指，中指要掐住对方的少海的这个穴位，上面要掐住曲池的拇指，控制曲池的这个部位，两指尖相合。掌心向上托，托住对方的肘尖，右手下压，往上打出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这几个动作要迅速合一啊，才可以做得比较完整。所以这个在应用的时候要旋转迅速，打击要快，啊，手右手向前推进的时候要与左手中线相结合，啊，不可以产生扭矩，啊，如果你这样去打就产生你不要在力不要在一条线上，就产生了分力，你产生分力以后你这个力量就会缩小，所以打的同时既有下压又有前推的力量，那么这两个劲儿合成一个啊，才能够产生这个很大的那个效果啊，在嘴边，嗯，对方抓我用反手，啊，上步，如果对方像他这种情况就是说下势，那么我的手的位置要进行改变，啊，我必须下压，是吧，让他肘关节不能再转动，啊，再往外击出，啊，如果他高，我是也随时他高进行旋转下压上托，啊，对吧，对方记住，在应用的过程中必须要旋转，所谓说螺旋力的同时发力，啊，那个手要回来，那个动作金刚倒对是一样的，你这个手搁这儿，啊，那么它有一个旋转起来的动作，啊，所以这个应用的时候必须要这个动作迅速啊，而迅猛，整体的合一的力量啊，不可分散啊，才可以做到这个比较理想的那种状态。同侧推背是指着同侧的手，对方与对方同侧的手相接触的时候，啊，就是我主动去擒拿，那么称为同侧推背。
对方出手的时候，我用迅速的转手抓住对方，啊，这是以背手，这儿称为合手，啊，在这个手握住对方的手指的根节，然后向下画弧，推向对方的后背，啊，推到对方的后背的时候旋转，啊，就让对方的手没法旋转。如果我们用这合手的方式也可以，是吧，就是推到对方，到这个对方胳膊窝肘关节弯曲的时候，然后向后推，啊啊，推到后背的时候上提，啊，用左手作为一种辅助，啊，而把对方摔倒。抓住对方四指根节向后推，在推到对方后背的时候擒拿，这样对方的这个重心的变化是跟不上的。如果你光是这样的推，他这个力量很大，他会用肘击我或者靠上，但是我的指的根节就使对方的重心而不能向我靠近，啊，所以手往上推，在握的过程中，啊，对方就摔倒了，啊，那么这个转化的时候要需要这个很快，动作要迅速，一推，啊，在这时候不要去转，只是动作上扳，然后就是往起扳，手要切入对方的颈部，然后迅速的转腕，指旋转，迅速转，对方就可以翻过去了。如果你光是这样的话，只是对方往下，是吧，你要摔的话比较困难。那么如果我一转指的话，他就翻过去了，所以呢让对方的重心产生变化，这样去摔过去，那么就节省自己很多的这个力，是吧。在这个应用的时候啊，要注意啊，手要迅速回转而握住，啊，就是对方推我啊，我就可以啊握住。那么这个动作，第一啊抓住以后，啊，向后的，第二是推，第三是抬，第四是转，他才可以把它翻过去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旋转的话，就不可能就让对方啊是背是旋转过去。那么这个双手都是可以应用的，啊，咱们练的是这个称为是，对于我来讲，这是右式，啊，左式也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左式应用，啊，到这时候要转，啊，这个你看，这样一转旋转，它才能翻过去，啊，轻轻的一翻就过去了。如果说对方那个力量比较大，那我可以不用了。啊，我可以把手松开，我用切的方法，我已经把对方击倒就完了，是吧？用膝盖打，啊，那这也可以。如果你遇到歹徒的话，就没有必要用擒拿，只要到这种位置，啊，就是轻一打，就可以把他对方制服。如果用摔法的话，我可以转化，是吧？用肘部勾住对方的肘关节，啊，同时右手按住他的对方的头部，
进行翻转，啊，那么就可以就转化成摔法。因为这个在擒拿的过程中，我们这手法是不断的去变化，啊，不是说一种手法就不可以，都要充分的做到很完美去表现，是吧？而是打击是目的，所以在应用的过程中，我们在这手法的变化上，是吧？包括下旋、内旋，啊，上旋，是吧？推，啊，摔，都可以，是吧？这个摔倒的过程中要注意安全。如果你的手拉住对方的手，要是摔过去的话，那有可能就把这个小臂摔断，或者是把关节脱臼。所以这个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就是摔的时候，是吧？一定要把手撒开，不要这样去摔。你这样摔，这肯定肘关节要脱臼啊。所以要摔倒的时候，手松开，是吧？要保护对方的手臂啊，然后让他跌倒。惯拿法，惯拿法里包括很多种手法啊。首先第一种是吊腕，吊腕是指着我用双手，我的手双指是吧，压掐住对方的腕关节，然后往下压啊，把对方的腕吊起来。这是我主动的去擒拿的时候，对方出手要用拇指和中指掐住对方的腕的根部，是吧？从穴位上来讲，这个穴位啊和后边，这是神门和太渊这两个穴位啊。抓法里面需要我们讲过，就是这个手心要空，不要握实。如果你握实的话，你的力量反而没有那么大，所以抓的时候要用指尖用力，掌心要空，只用掌根下压，使之吊腕啊。吊的时候要求手，左手要控制到对方打击的手法，是吧？画弧，那么这个用力的方向，用力的方向要根据对方的手形成了这个它的进入来控制住，称为吊。方一侧吊腕，同侧吊腕，同侧吊腕，我的步子要与对方形成，尽量在一条线上，然后用力要把它的肘关节尽量控制住，要旋转啊，这样才能把让对方的这个重心随我手的变化而变化。用力的招的力点是在掌的根部啊，两手掐住旋转啊，控制对方，让对方的位置符合于我打击的这个位置。那么如果这么高我去击打对方有一定的难度，那我就可以这会儿可以出脚，可以出手。那么这个就是吊腕，它的这个作用是让对方符合我打击对方的这个步方位啊，这样就会更有力量啊。
那么这种吊腕称为单吊腕啊，这是一侧吊腕啊，我让对方转亮出肋部可以进行打击啊，这是下，所以这个它是作为一种辅助动作，就是对于打击更有力度。那么在练习的时候，我们要加大这个对于指力的练习。你指尖，即所谓说我们要练的指力有鹰爪力，还有其他的一些练法，是吧？只是力点一定要在指尖上，而不能满把去抓，这样是你这个不能发挥出你这个力量。这是向下戳啊，在应用的时候吊腕啊，也可以把这个手是吧抓住以后一下去戳下去，那么这有一定的危险，这容易把头戳到，是吧？那么我往下啊，往外吊，上吊，是吧？这是同侧的吊腕啊，同侧啊都可以，看啊啊，双侧的吊都是可以的啊啊，所以这个吊腕的时候要有这两个，用两个指的啊，拇指与中指的指尖和掌根这个三个力点，好吧？不要面积增大。这样呢力会分散，而且对方反抗的能力会很强。如果你的力点越小，给对方的信息越少，他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你去如何去变化，那跟不上你的手法，唯我独知己，不让你知我啊，我绝不能让你了解我，那么这样才能达到这个百战百胜。双吊腕法是指的双手抓住对方腕关节，是吧？双侧的运用啊，双吊腕与单吊腕的手法是一样的啊，但是这两个手的配合而使对方失去重心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就需要你一个身体，所以说开合整体的变化。那么双吊腕的时候内合，是吧？上下左右的分吊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呢，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就是双吊腕同时都要击出，是吧？要把对方打出，那啪啪要打出去，是吧？那么如果是双吊，两手双吊的时候，是吧？一虚一实啊，那么这个手吊，右吊变成左吊啊，然后拉，把对方重心破坏掉。所以在摔的时候，这个手要有一个牵拉，不让他先着地，等他掉到这极端时候，这手发力，所以才能把对方摔起来，就是属于空摔，就是吊空摔啊。在应用左右是一样的啊，手吊向下，在对方将要失去重心的时候，左手用力向上拉，右手向下推啊，这样才能把人摔起来啊。如果你变成双吊啊，向上推的时候要注意两个肘啊，一定要让对方的肘直了，不能产生角度，这样是不行的
啊，必须先拉拉直，拉直外推，这时我的力没有一点这个让对方化掉，推出。这个推出的时候也是要注意，如果你发劲短很猛烈，这种发力那有可能把这个对方的脊椎打坏啊，要推出去，吊合推啊，那么这个三个动作要把它合成一啊，要打成一个劲儿，整体的出去啊。那么这样才能够对对方的伤害就会造成很大，才能够充分的显示出这个武术的这种魅力。外翻腕拿法是指着我主动进攻进行擒拿的一种方法，就是当对方手向我击来，是吧？我以靠手方式接手，啊，这就是靠手方式接手，啊，拇指和要顶住对方的小指和无名指的中间，这个穴位称为中堵，中堵的穴位，然后贴近自己。外翻是拇指也是靠在他的食指与中指的这缝隙之间啊，然后双手扣住对方掌心啊，撤步外翻，在外翻的时候要有一个牵拉的动作啊，第一是外翻，这重心刚要找到的时候马上我又拉，所以我又破坏了第二次破坏对方的重心，一啊二啊，那么这种方法就是让他的外子外翻，外翻的时候就不符合他生理上的这个肌肉的各部分力的就施展不开，肩部包括小臂大臂的肌肉都没有啊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用外翻的这种方法，是吧，你一定要让对方的控制对方内肘的角度，这非常主要，如果内肘的角度小于90度这就失败了啊，因为它可以转身也可以往上旋肘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控制对方肘的内角角度大于90度，在135度时候这是最佳的状态，也不能完全直了啊，也不可以应用了，你看这个角度的时候在90度必须要牵拉开，所以你要有一个往后牵拉的动作，就我就为了是保证这个角度是在最佳状态，在应用的时候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，就是手击过来外翻拉啊啊啊，在拉的这种过程中是吧，还有一个下压和下弧，就是太极拳的动作还是八卦也好，那么它的主要的动作都是要画弧画圆，所以说动作不能离开这个啊，非圆即弧，如果走直线的话，那么你这个对方的中心非常容易把你这个手法破坏掉，随时要掌握对方的中心，让对方的中心呢这个被你所控制。外翻腕双手擒拿是指着对方双手向我推来的时候，
我用双手扣手，用肘来击住对方的小臂，和在这击的同时翻手，啊，那么这个在太极拳里面称为咧劲，咧的应用，啊，这向外的这种撕咧，这种撕咧劲儿，啊，那么如果说对方要靠住，啊，他靠住对方的这个掌心部位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如果你没有抓住这儿，啊，抓住这个部位，也可以应用，但是力量不够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抓住对方的大鱼际，中指在劳宫穴，同时用肘击，肘击对方，合中欲开，那么这个开要贴近自己，不要贴到对方。在这会儿我就可以应用了，那么下边就是打击摔都可以，那么这个就是说擒拿作为先期的这个动作，双手推来扣手翻，是吧，同时我也下蹲，使对方的重心往下移，那么这会儿我就可以用他的手直接就可以把他对方击出，那么这个里面就是一个手法的综合的运用，而不是光在手上啊，手只是为了破坏对方的重心，使对方的重心变化不得当，那么这样控制住，这称为左脸，这右脸啊，如果在打击的时候对方的力量很大，我一脸的时候我脸不动，他我这一翻他的力量很大，那我就改变了方向，我就击出，用他的手直接击出去，两个手是一样的，啪，那么这会儿他会跟不上你的变化，因为人的力量对外的力量是很大的，这个向回的力量是非常小的啊，所以这个比改变那个力的这种对比，往外一翻，我重心靠下了，他也得靠下，那么这会儿你看我怎么打都可以了，我想摔他，那么这种你看这样就这样是悬摔，是吧，啊，往外是称为外侧的旋摔，脚一可以蹬住啊，手还继续擒拿，那这会儿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击打，这就是体现的是在这个擒拿在国击当中的作用。